射击最成功的武器你知道吗？游戏里有非常多的武器，今天来聊聊射击最成功的三把武器，它们都是和平精英的象征。一 M416 是吃鸡射击的最成功的步枪。首先，它是最早就在游戏里的步枪，当时它的属性非常突出，不仅伤害高、换弹快，后坐力还非常低，即使是裸枪也很好控制，而且子弹出速快，能近能远，几乎是没有短板的。玩和平精英的人都喜欢用它，它的人气非常高，设计得非常成功。二 98K， 如果说什么狙击枪是最成功的，那肯定是 98K 了。它的属性虽然不是栓狙最强的，有弹道下坠严重、换弹慢、伤害不是太高的缺点，可它就是有很多人喜欢，就连很多没玩过和平精英的人都知道这把枪，足以证明它的成功了。三平底锅，平底锅就是一把近战武器，另外三把近战武器基本没人会捡，可是平底锅就是人人必捡，甚至系统默认是自动拾取的，就是因为它的特殊功能防弹，以至于平底锅成为了和平精英的象征。